家是不是和我一样呢？出去玩的时候。班班机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打开 Google Map 寻找前往某地的路线，这时候呢，电脑通常会选择最接近位移的路径，因为电脑知道，我们也知道最短的距离就是位移。